啊，即係自己諗，咁就係希望啦。啊，裏邊有冇啲誒，即係有冇少少渣華咧嚇？有冇啲嘢都大概得嘅咁樣？嗱，呢啲咧即係諗出嚟嘅啫嚇。譬如青春常駐，點會青春常駐㗎？都食咗呢個防腐劑㗎，係咪啊？咁啊，人梗係會變㗎啦，係咪？即係你用啲咩嘢？唔知咩 SO2 啊？S2O 證明我真的不是這家人的 S2O 即是那些什麼面膜是了還有很多骨膠原就會年輕人保持水分當然是找來說的真的很賺錢不過很賺錢的人家說賺兩種人的錢最容易BB 仔的小朋友那些還有呢男人就著來著去都係咁，真係你都好難啊！有啲嘢係唔需要希望啊，有啲人唔需要希望，譬如一加等於二，咁唔需要希望嘅，即係好確實嘅。呢啲就叫咧數學嘅確切性話，即係一定係咁噶啦啊！譬如完咗呢、這個一人完咗成個大會之後啊，咁啊剩翻幾多人咧？應該少過呢度嘅嚇，因為啲人淨係聽嘢啫嘛。啊，走咯喎！咁你搬凳，一人搬三張，咁呢度剩翻20個人，咁呢度每個人搬幾多張啊？嗰個唔使希望喎，啊我希望搬少啲啦，如果你懶啊，你自己縮埋一邊啫。如果唔係，你應該大概搬6張至8張到啦。有得計喎，呢啲唔使希望噶，好確實嘅。啊，人生有好多呢啲都有啲確實嘅嘢係唔使希望，啊，即係都係講字嘅啫嚇。咁有啲咧邏輯嘅確切性喎。啊，點解用呢個咁嘅邏輯咧？因為呢個原來喺哲學上咧係第一個出現嘅古仔就咁講嘅，就係、是、呢個哲學家蘇格拉底啦。咁咧就即係咁嘅講法，因為佢話咧蘇格拉底係人咧會死嘅，所以蘇格拉底就會死嘅。啊，所以你唔使希望啊，唔使死喎。啊，真係唔好意思啦，就係過年啦，你而家過緊新曆年，遲啲有農曆年，講埋呢啲，但係我哋係基督徒嚟啊嘛，如果百無禁忌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話，我希望咧，即係長命百歲啦。咁呢個係有冇確切性啊？呢、這個百歲，今時今日香港係得喎，真係唔少人㗎。以前話70古來稀啊，而家哇80、90你真係撞埋街都好多㗎，係咪？啊，去安老院啊，100歲都唔少㗎而家。咁呢啲係真係要希望係嘛？咁但係有冇邏輯嘅確切性咧？即係都大概啊，你可以估到係咪啊？都有可能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實際上講嘅希望係乜嘢呢？有啲倫理上嘅希望。嗱，一個例子啊，呢度有兩幅相啦，即係上邊咧就後生仔後生女啦，咁啊拍拖，唔知係咪新婚啦，有乜嘢？下邊咧就睇上嚟都知㗎啦，係咪過咗幾十年啦？咁啊老夫老妻啦。如果佢哋喺後生嘅時候話，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咧長相厮守啊，百年到老係嘛？咁呢個係乜嘢希望咧？嗱，呢個唔係數學上嘅，佢冇數學嘅確切性係咪？而家係一加一，但係唔一定會行到尾嘅喎。唔好意思，今日香港嘅離婚率係1/3，啊，內地係40%，接近一半㗎啦。啊，內地係先進過我哋。亦不是邏輯的確切性啊，不是話咁結咗婚，既然你都承諾咗啦，就自然嘅一定咧就唔使希望啦，唔係嘅，真係希望。但呢個希望咧又唔係冇基礎嘅喎，唔係亂咁噏，唔係咧話主觀願望，唔係淨係話我想啊，喂你想就得嘅咩？仲有好多因素喎，最緊要係乜嘢呢？嗱，呢個講倫理嘅，倫理即係乜嘢？倫理即係同人嘅意志有關。倫理即係做啲嘢啱唔啱啊嘛？咁你啱唔啱？呢個選擇啦，咁啲選擇係意志，即係理智去認識，由意志去選擇去追求啊嘛，係咪？咁你揀咗呢樣嘢好嘅，我哋堅持落去啦，咁你個意志啊嘛。咁所以呢樣有係希望，冇錯，佢哋咧。年青人結咗婚啦，佢希望咧到年長嘅時候都喺埋一齊啦。佢希望係咁樣，但係咧
係有一個唔確定嘅因素。當呢個唔確定嘅因素，佢又可以有啲確定嘅喺邊度啊？喺佢哋人嘅雙方呢兩個人，佢嗰個意志。如果大家都願意嘅話咧，咁呢個確切性就會高好多啦。呢個希望就會容易實現啦。嗱，所以咧呢個希望係同嗰個人有關啊。再多一個啦，啊咁啊呢個個哇想收到禮物啊，仲要考英文喎，啊咁佢砌啲字，佢話砌啱啲字母咧就俾份禮物我，啊咁話省啦，我啲英文好屎喎，咁佢希望咧即係可以攞多啲禮物，咁點咧？你讀好啲書咯，嗱、啊、咁讀好啲書咧，呢、這個希望就容易達到啦。或者你話啊，我哋咧就係啱啱呢度有啲好新嘅組員啦，咁咧就啱入咗呢個聖經協會啊，咁啊希望咧即係對聖經咧有多啲認識，你哋希唔希望？希望。啊，希望係咪？咁你淨係希望，咁點啊？要唔要真係搞到聖經？真係自己多啲時間去寫下，或者參加啲課程啊？嗱、啊，如果你參加嘅話，如果你真係抌心機等時間落去嘅話，咁點啊？呢、这個希望嗰個實現係咪有大啲嘅可能？啊，如果你冇做嘅，你仍然可以希望㗎。唉，我真係好希望咧，我好熟聖經咯，我好似阿李 Sir 咁咯。但係你呢個希望係乜嘢啊？發夢㗎，係唔得嘅，因為你完全冇出力。啊，所以呢個咧。呢種嘅希望就有倫理嘅因素喺度，倫理咩就係我哋嘅意志啦，有呢份意志，又同嗰個人有關嘅嚇，同嗰個人有關。好啦，而家我哋翻翻轉頭，即係攞咗呢一個嘅要點之後咧，我聽下聖經上面講嚇，我用咩？希伯來書第六章，我哋一齊讀一讀啦。可是，我們雖然有説，但對你們，我們確信你們將有更好的意義。啊、前面咧講緊乜嘢嘅咧？因為抽咗一段出嚟嘅，即係大家唔好知啦。咁前面咧就係講咧，不過有啲人咧會犯罪喎。雖然咧天主揀選咗佢哋，啊，但係咧佢哋即係背棄咗天主啊，離棄咗天主啊。不過你哋啊，親愛嘅諸位，咁樣就接住落啦。不過你哋咧，我確信你哋有更好嘅表現。啊，點解咧？佢嘅原因喺下邊啦，我哋攞一讀啦。因為天主不是不公義的，甚至忘了你們的善功和愛德，即使你們為他的名作了許多功德，他也不記得你們的罪孽，在服侍聖徒的事上所表演的愛，因為他們的罪孽是不公義的，甚至忘了你們的善功和愛德。啊，呢一段咧講到因為嗱，佢又希望啊，我確信你哋。啊，即係希望你哋咧有，即係知道你哋有好嘅表現。點解？因為兩樣嘢，第一天主，第二你哋兩方面，就好似結婚咁啊，兩個人，你一個人希望呢個婚姻咧可以嚇、啊、即係行到尾唔得嘅喎，第二個人咧唔同你合作唔得嘅。啊，天主同人嘅關係咧好類似咁樣啊，但天主咧唔係不公義嘅。他沒有忘記你們的善功和愛德，所以呢首先是天主這一方面，他時時記得你們，天主時時記得我們。 記得這個字很重要，在聖經裡面很多時出現天主記得你們很多東西。而你們呢，你們有善功和愛德，不單止是過去和現在都有，即繼續你們做著這個善功，做呢個愛德，為咗佢嘅名字啊！你記住啦，所以咧呢、這個希望咧，原來有兩方面嘅意志，一方面人嘅意志就係、是、去行善啦、行愛德啦，唔單止過去，而且現在啊。而天主呢方面咧，佢時時都記得，所以咧我哋嘅。希望是什麼呢？希望就是經常得憑藉著內心。好，我們再讀一讀這一段，是跟著來的。我們只會令你們每一位表現同樣的熱心，以達成你們的希望，一直到底。這樣你們不但不會下台，而且還會合法達成一種得心和內心。所以希望
望係乜嘢啦？佢話要達成你哋希望嘛，願意你哋每一位都同樣嘅熱心。嗱，呢個熱心咩咧？你記得頭先講咧，就係因著信德而嚟嘅，做善工啦，行愛德啦。咁所以希望係乜嘢？即係望德係乜嘢咧？望德其實就係信德走去將來，即係我相信，但我相信呢一份咧拋射到未來，呢個就係嗰個望德。因為我相信嘅呢個天主咧係忠誠嘅，係不變嘅，係永遠唔挽回佢嘅愛嘅，佢時時記得我哋嘅。因此，我呢個盼望咧係有基礎嘅。我呢個希望咧唔係亂咁自己諗嘅，因為佢係不變噶嘛。咁啊，最緊要係點啊？我都係不變喎。啊，所以咧，基於信德，因為我相信。我相信天主對我的愛，然後呢憑藉住我的內心，我堅持下去，繼續走下去，這個就是那個信心，就是那個信心走向未來，就是望德。那怎樣走向未來就是我堅持，於是呢就一直到底呢就可以達成我們的希望。好，那呢我再跳幾節咧喺呢一度，佢有希望，因為天主係點嘅咧？我哋攞一讀啦。我望見天在洗淨心靈，脱離邪僻的靈心，和用淨水洗淨身體以後，懷著真誠的心，以完美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應該以前所命令的望德毫不動搖。所以我們呢有我們要做的事情，我們要洗淨心靈，脫離邪僻的良心，用淨水洗滌身體以後，即是說的負面，我們要排除我們的惡習啦，那些呢即是私欲天情啦，而正面呢前面是負面的，我們扔了這些東西，即有些似靈修的所謂的即練路，跟著我們轉向光明，走向明路，懷著真誠的心接近天主。那真誠的心怎樣？用完美的信德。信德是什麼？相信天主是愛我的，我是他的仔，我是他的女兒。我時常問兄弟姊妹，我們信什麼？我們信什麼？通常咧，佢話我係信天主，咁啊信天主啱，但係夠喎，啱但係夠，信天主嘅啱啦，但係夠。我信天主愛我啊嘛，如果你信天主，天主存在同我有咩關係咧？我信天主愛我，咁點知道天主愛我啊？特別喺耶穌基督身上，喺耶穌咧有一個圓滿嘅啟示。係嘛？喺佢身上，所以耶穌要嚟啊嘛，所以耶穌先至係所有啟示嘅巔，即係個最高嘅地方嘛，最高峰啊嘛嚇。好啦，咁用呢一個嘅信德去接近天主啊。天主就係耶穌話俾我哋聽嘅嗰一位父，我用咁嘅信德去接近佢，堅持呢一份咧，將呢個信德抌向未來，即係將來都係咁。我而家相信天主今日愛我，佢聽日都會愛我嘅，後日都會愛我嘅。一路走到我最後一日，佢都係愛我嘅。呢個就係嗰個堅持嘅望德。我哋毫不動搖嘅話咧，咁就可以接近天主啦。嗱，點解唔動搖啊？因為應許嘅嗰一位係忠信，就好似婚姻咁樣，兩個人，而家係天主同埋人。天主就係忠誠嘅，天主係不變嘅，天主應許咗一切嘅嘢，應許咗。將來光明一定會戰勝黑暗，邪惡一定會被正義所打垮，善良最後尾會得勝。我們信不信呢？如果我們信，我們相信將來都是的，明天都是的，後天都是的，這個就是希望。那我有希望，這個希望來自哪裡？不是來自一個政權去應許的答應的，你們呢聽聽話話那就可以有豐衣足食，或者有又亦都不是來自即是看看先，我們
你咧嚇，今年你犯太歲啦，你要等呢個角度啊，等一個啊金色嘅嘢係咪啊？即係指針又好，咩都好，你放喺度啊啊！你千祈唔好拎開佢喎啊啊！咁咧你就會風生水起。我哋唔需要呢啲嘢，因為我哋知道天主嘅應許，佢答應咗，我哋相信，應該就係嗰個希望啊！所以希望咧嚟自天主啊，唔係嚟自世上咩人嘅許諾。咁天主點樣實現呢個希望呢？我哋人要配合，要合作。如果唔係咧，天主一樣做佢嘅嘢，但係我自己留咗喺黑暗裏面，我離開咗呢個盼望。好啦，咁咧就、那個理論咧就好簡單，理論就係希望嚟自天主啊。咁人咧投奔佢，自然就希望。咁我咧就喺舊約新約咧揾幾多人物啦，我哋睇啲聖經古仔啦。咁其實都好熟悉噶啦，你阿巴羅啊，阿巴羅，我哋讀一讀呢一段啦，係保羅講嘅嚇，我哋讀下阿巴羅。阿巴羅在絕望中被懷著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了萬民之父，正如向他所預許的，你的後裔也是這樣。他雖年快了百歲，明知自己的身體已經衰老，身體方也住住人，但他的信心向來有衰弱。啊！我唔記得咗個章節添，即係冇打到出嚟，應該係羅馬書嘅嚇。啊，佢話喺絕望之中懷住希望而相信，喺人嚟睇咧就係絕望嘅。點解咧？佢已經年紀好大啦，啊，佢同佢太太都年紀好大啦，啊，而咧仲未有仔女，啊，身體衰老咁啊，撒勒嘅方言嘅胎亦都絕咗人，啊，咁所以係絕望。不過仍然懷住希望，咁希望喺度嚟啊！希望不是来自人，是来自神，因为天主应许了，他对他有相信，所以这个就是在绝望中仍然怀着希望。另一位基德雄在文章记，我们读一读。上主的使者来到，基德雄正在羊群池里打猛子，可被为得的人，上主的使者显现给他，对他说，英勇的壯士，願上主與你同在。啊，當時咧，即係啊，基督徒喺邊度？喺邊度打麥啊？啊，應該呢度應該都畫得幾好嘅。喺邊度？啊，釀酒池啊，即係咧喺嗰個地面下邊，即係凹咗落去嚇，人哋冇咁容易睇到佢嘅嚇。點解啊？因為而家係收麥子嘅時候嘛。如果嗰啲米德洋人米德洋人啊，即係嗰啲敵人啦嚇。啊！見到咧，你哋唉收割咯，唉啱啦，啱曬啦，你啊同我打好曬先，我然後咧就帶啲軍隊嚟，係嘛一次過立曬啦，啊坐享其成啊，係嘛？咁佢咧於是就應該唔係淨係佢嘅，佢哋嗰族嘅人係嘛，嗰個支派嘅都係咁噶啦，因為咧俾人蝦嘛，於是要收割麥子嘅時候，唔好俾人睇到啊，快快脆脆打咗之後咧收翻埋佢啊，咁樣啊真係好驚嘅，會喺恐懼之中。咁所以咧，當呢個使者啊，天主嘅使者顯現俾佢嘅時候，話英勇嘅壯士與上主你同在咧，你睇翻上下文咧，佢係好唔開心。佢話：如果天主真係同我哋同在啊，我哋就唔使咁啦，啊喺惶惶中人啊，即係喺惶恐咁樣生活之中係嘛啊咁，唉，即係咁。但係天主嘅使者啊，天使話：誒，你得嘅，你可以嘅。啊，我唔係嘅，我喺我。我哋嘅支派咧嚇就係最細嘅，啊支派裏邊咧，我嘅家族，我爸爸嘅家族咧，父家就係最細嘅，而我咧就最細嘅，唉，即係我哋唔得嘅，搞唔到嘅。天使咧就鼓勵佢係嘛，咁啊俾佢有希望，個希望嚟自邊度啊？嚟自同佢一齊，啊，願上主與你同在。好奇怪啊！人同人一齊咧就有希望。一個人孤獨咧，自己諗咧，就好容易會諗埋啲諗歪，覺得冇希望，覺得冇出路。所以即係如果有啲人佢情緒病啦，有啲自毀嘅傾向啦，自殺嘅傾向啦，通常啲醫生就會點講咧？啊，係同
佢一齊喎，即係唔好俾佢一個人啊，啊誒，即係看住下佢啊，同佢傾多啲偈啊，人係咁樣，一齊有希望。兩夫婦結婚啊，一男一女結婚，將來好多前路唔知點嘅喎，可能有好多嘅困難，但係佢哋會有個相信就係、是，哎，我哋一齊唔怕嘅，點都可以嘅。人同人一齊有希望，何況天主同人一齊喎？願上主與你同在，呢個就係個盼望。人同人一齊。另外一個我哋睇嘅就係呢位犯奸淫時嘅被捕嘅婦人，都認識我哋嗰度啦。那時，那時，祭司和法利賽向耶穌説：師父，這婦人正在犯奸淫。在法律上，梅瑟利令我們多用石頭砸死這樣的婦人，可是你說什麼呢？好明顯呢，這個婦人就沒什麼希望了，面對一個證據確鑿，就是捉奸在床，咁就喺一個群眾嘅，大家都面對住啦，即係你走去邊咧？你可以同自己講啲咩嘢？所以一句嘢都冇講噶。佢冇話到啊！我冤枉㗎，即係可憐下我啦，講得多餘啦，完全冇希望。咁嘅希望嚟自邊度咧？咁咧睇到大家就開始即係因為三點幾咧、四點幾咧就有啲即係啲人嘅即係自然嘅反應啦。咁我希望咧，希望你哋可以醒啲嚇。咁不如你哋分享下係嘛？喺呢度希望嚟自邊度？一分鐘啦，好直接嘅啫，同隔離嘅傾一傾啦。好啦，我哋一分鐘夠啦嚇。咁呢位婦人嘅希望嚟自邊度啊？嚟自耶穌。耶穌俾咗咩希望？耶穌俾咗一個機會佢。有機會。這個機會咧，佢係咪一定可以？翻身啊！知道喺肉身上嚟講咧，佢有個機會可以即係唔使被殺啦，係嘛？唔使俾石頭掟死啦。但係將來會點咧？耶穌相信佢，耶穌話俾佢聽：我哋記得佢話，佢話我唔定你嘅罪啦，你走啦，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這個希望，耶穌給一個希望，給一個機會他。基於什麼？愛。為什麼耶穌對他有這麼大信心？耶穌不認識他，應該。耶穌可能看錯。天主是愛。天主是愛，所以愛是盲目的。他婦人認為自己真的有錯，是要承受這個責任去處罰，還有我會有機會去悔改，如果他們要等死我都要接受。 我覺得這個婦人是有這個咁嘅顧下安全。你覺得他會改變的？不是改變，他應該他會知道自己是錯的，他會知道自己是錯的，要承擔這個承擔呢個責任，同埋佢知道你點處置我都要接受。但係即係呢度咧，睇到耶穌真係對人性啊，即係佢唔認識呢個人，即係唔認識呢個具體嘅呢個人啊，但係對人性咧又有不可挽回嘅信心啊！即係天主咧，其實真係盲目嘅，有時我覺得天主都盲目嘅啊，對人嘅愛、對人嘅信咧係永不挽回。他說 你去了以後不要再犯罪。耶穌對人的信心很大，相信人是可以不犯罪的，你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將來，完全可以，幾時都可以，幾時都可以。你想想那個路加福音講的那個強度，是在十字架上面，他沒有讀過聖經，應該即是新約，舊約或者讀過，但神學應該沒有怎麼讀過這些東西，但他就在那裡悔改，
耶穌就話：你今日就同我去到樂園嗰度。你哋連我。所以即係天主對人嘅愛係咁忠誠啊！希伯來書講啊，天主係忠誠嘅，所以你唔需要懷疑佢喎。啊，所以我反而我哋應該懷疑我哋自己係嘛？我哋可唔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咧？啊，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咧。好似喺舊年出嘅教宗一個舊年前年啊講成聖嘅一個文章文件裏面都引用教父嘅講法係嘛？佢話聖人都有錯過去啊，唔係聖人都有錯，係聖人都有過去人，罪人都有將來。罪人有將來。咁鬼嘅姊妹啊，究竟我哋係聖人啦，抑或係罪人啦？是不緊要的喎，即係呢句説話，你要識聽喎。即係我哋究竟係聖人啦，或者我哋係罪人啦，其實係唔緊要喎，係唔緊要。我係咩人係唔緊要，最緊要佢係乜嘢嘅神啊？我係投奔佢嘅，我係信賴佢嘅，我係佢嘅仔女，呢個先緊要喎。我係罪人，有乜所謂咧？我有將來啊嘛，我可以唔犯罪啊嘛，呢個先緊要。如果我是聖人的，我都要提醒自己喎，我有過去啊，這個緊要啊。好啦，咁所以咧，呢個希望嚟自邊度咧？希望嚟自天主，所以時時有希望。所以點解我話希望在人間咧？啊，其實希望係嚟自天主，希望咧喺天上嘅。不過天主相信人，所以咧希望在人間。我天主相信人啊，唔係人相信天主喎。天主係相信人，天主信人可以翻轉頭。天主信人咧，係就好似個浪子回頭咁樣，有一日你會翻嚟，係好奇怪咁，都唔明呢個天主點解會咁樣。例子大家問下佢啦。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八多羅啊，我哋讀一讀啦。八多羅犯罪嘅時候。雞便叫了，主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伯多祿就想起主對他說的話來。今天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伯多祿一到外面，就凄慘地哭起來。點解福音咧就唯獨是路加咧就記載呢一個即係一剎那嘅一幕係嘛？啊，但係非常之感動人心啊！伯多祿會悔改，本來冇希望佢，啊，佢否認咗耶穌，啊，即係錯得好徹底貼地啊！但係跟住佢悔改，有希望。呢個希望嚟自邊度咧？好明顯就係耶穌嘅眼神，耶穌嘅愛。所以有啲嘅祈禱方法咧，即係默觀嘅方法，就係特別係東方教會嘅默觀方法，我哋睇耶穌嘅眼啊，眼咧會好傳呢個嗰人嘅感受啊，嗰人嘅心啊，眼係傳個心，心裏邊諗啲乜嘢就係眼咧就反映出嚟。所以耶穌話咧，眼睛咧就係靈魂嘅心啊，即係你嘅心，你嘅眼，如果你嘅心如果黑暗，你嘅眼都會反映出嚟啦。啊，所以咧你知道那個人呃你咧，啊睇乜嘢？睇眼係嘛？啊，如果佢望同你講嘢，佢望你咧，啊咁你知道你老公幾時呃你咧？啊，你個隻眼睇隻眼，你望你講嘢係嘛？啊，睇眼係好緊要，睇眼。所以睇呢個聖像畫都係一樣，睇隻眼。聖像畫咧特別留意嗰啲東方聖像畫，啲眼睛。希望咧嚟自呢個接觸天主。我哋接觸天主，接觸佢嘅愛，俾佢嘅愛進入我哋嘅內心，我哋先至有希望。好啦，嗱，我講咗希伯來書講嘅少少理論啦，即係希望嚟自邊度咧？希望原來同個相信有關，就係我相信。呢、这個天主咧會將來一樣係咁嘅，佢係忠誠嘅，於是我有希望啊，唔係淨係今日相信佢啊，因為佢咧將來都一樣啊。天主唔係喺時間之內啊嘛，天主喺時間之外啊，所以為天主嚟講咧，其實冇過去、冇現在、冇將來啊，所以天主係一樣嘅，所以我哋可以有
希望，因為信靠。好啦，咁然後咧，我又睇咗幾個例子啦，有阿巴郎啊，係嘛啊，喺絕望之中懷有希望啊。啊，基德雄啊，好驚啊，個民眾咧冇希望啦，唉，我哋咧俾人即係壓迫啊，所以匿埋啊嚇啊，但係咧堅住俾希望。嗱，跟住個婦人咧啊冇希望啦，俾人拉啊命都病仔都保唔到啦，哎，但係又得喎，啊耶穌咧出嚟保護佢。唔單止保護佢今日嘅肉身咧，唔會俾人掟死喎，而且俾佢嘅心靈咧可以有悔改嘅機會。當然問題佢有冇把握啦，但佢有希望。啊，法多六一樣係嘛？啊，信誓旦旦嚇喺其他嘅門徒面前，其他人走曬，我唔會走嘅。哇！佢點面對自己啊？真係咁衰啊，咁醜陋。但係耶穌嘅眼神咧，俾佢可以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軟弱。好了，那我們今天香港，我們的希望在哪裡？這是聖經給我們的例子。如果我們說天主是希望的根源，因為我們信靠祂，所以一定有希望的。那我們的希望，我們生活在香港，我們希望是哪裡？我哋有冇希望？應該有嘅喎，應該有。點睇到咧？點樣發現呢個希望？不如又傾一傾啦，好嘛？啊，傾一傾啦，係啊，唔好淨係我講曬啦。你哋係聖經協會噶嘛？你哋都好熱愛天主説話、天主聖言噶嘛？係嘛？傾少少啦，嚇，呢個係好緊要嘅，係好大嘅課題啊！呢個好，嚟傾一陣間啦。香港，身為喺香港，我哋嘅希望。在哪裡？好啊，那你們請回啊。這個問題是很爭議性的，我又不想陷你們不義，我問你們啊。所以呢，你們都不要以為呢，我說一些驚天動地的東西，或者我說的東西就是對的，我分不了。希望來自哪裡呢？希望在人間，點解呢？因為人咧是同天主一齊，其實人咧一定要同天主一齊，呢個先就係人。呢個係我哋信仰嘅地方。人唔可以離開天主，人離開天主咧就係唔圓滿嘅。而天主做人嘅時候咧，已經將佢嘅即係人要尋找天主嘅呢一個嘅必然性啊，即係放喺人裏邊啦。啊，所以。人的表現無論怎樣都好，原來都最後有一份良知。我覺得希望到最後在這裡，雖然有時會好像我們掩著良心，是不是？這個是很經典的，應該是二百萬人頭一次。過紅海啊，過紅海，過紅海，可惜現在不是很見到這些情況，比較少見。但是这里是讲的人的良知和我们的希望来自哪里？希望来自人的良知，但是人的良知呢是来自天主。最后是天主他自己呢将希望带出我们。我们如果能够翻回到进去我们心底的深处和他接上的话，我们带来希望。所以基督徒呢在亂世中特別有一個使命要承擔的，就要將天主彰顯在人前。今天我們慶祝主顯節，有幾位賢士，有幾個而已，但是他不辭辛苦，因為星光他們尋找新生的嬰孩君王。我們不只是幾個人，我們有沒有這個好似呢個賢士啊，哇！真係唔怕去揾係嘛？然後將呢個光咧，可以即係讓人帶嚟希望。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我哋都經歷好多黑暗，但係黑暗係唔過嘅，因為其實黑暗係唔存在嘅。光明之前存在的嘛，黑暗是什么？
光咯，係咪？所以我哋要轉向光明啊嘛，每一個人可以做到嘅喎，唔係淨係香港人啊。雖然我喺呢段時候香港人點樣問，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因為天主愛每一個人啊。到最後尾，喺過去呢段日子咧，最黑暗嘅唔係出邊啊，咁樣就姊妹，我諗我哋要好誠實面對我哋自己，我哋裏邊有一份好深嘅黑暗，我哋裏邊都有一份邪惡，有一份醜陋。我們可以嬲到想食人喎，而得掟爛個電視機喎。平時唔講粗口嘅，可能都想講啊，係嘛？人哋話你咧都幾好人嘅，哇！但係咧，好似一傾到呢啲嘢咧，大家都勢成水火係嘛？即刻就我唔好再離開呢個群組啊！係啊，唔少喎。一家人都是這樣，沒有辦法談。是，我知道，即是這裡有些人真的很慾緊的，真的，哎呀，沒理由這樣做。不過到最後我們想想，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是一個教會團體，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哇，原來裡面即是真正的黑暗，沒有外面是很黑暗，真的好像看不到光，看不到什麼希望。但是真正的黑暗在裏面喎，各位弟兄姊妹，我哋首先要發現，原來嗰個希望冇希望係乜嘢？係我冇希望，我離開咗天主，我睇唔到佢嘅光啊嘛，係我自己嘅。你而家話最差最差咁會點啫？喂，咁啊最差差得過而家變咗大陸咁咯，係咪？一國一制咯，咁咪就最差啦。咁啊點啫？咁樣大陸冇教友啊？天主唔喺嗰度啊？係，我哋都唔想，冇人想。但係你睇最差咪不外係咁啫嘛？有聖人添喎，喺內地係咪？有啊，有好嘅基督徒啊，一樣傳福音啊。希望係邊個？希望係我要同天主連上啊嘛！如果我被呢個外面的黑暗使我都成為黑暗的，呢個就是最黑暗的，仲邊度有希望？冇啊，因為我唔相信佢啊。各位要時時相信，相信天主的應許，佢答應我，佢會信守諾言。而家責任就喺我哋嗰度，所以就好似兩個人係嘛想行到底啊呢個婚姻。大家要堅持，這個是倫理的確定性，你有意志喔，天主的意志很肯定，天主不變的，天主從起初就是這樣的，現在變的是我們，所以我們堅持的話，這個希望是可以成真的。對於天主的應許，總沒有因為不信而懷疑，這個說什麼？巴倫，反而信心堅固，歸光明的天主，滿心相信天主所應許的，必與完成。天主以此轉為他的正義，這個光又很小，所以要時時顧住它。用什麼方法保護住它呢？不外乎呢，散步、讀經、祈禱、分享，這個呢2000年來講來講去三福氣。雖然現在呢，就是時代完全好多古箭，哇！而家我哋咧上咩上月亮啊，或者火箭啊，唔知咩啊？但人性咧都冇乜點變嘅，真係你想親近天主咧，唔好意思，都係呢啲方法同初世紀嘅時候奧斯定下嗰啲咁一樣嘅唔睇聖經啊，唔得喎。唔祈禱啊，唔得喎。要分享喎，係呢三樣，而且係三樣一齊喎讀經。天主同我哋講乜嘢？係咪？唔係淨係同我，而係同整個人類喎，那個交往係咪？天主不變喎，所以天主嘅方法咧，2000年、3000年前係咁，而家都一樣噶。於是咧，佢同全人類咁樣接觸，同我都係咁樣接觸嘅。所以點解睇聖經咁緊要？而且聖經就係佢同我講嘅愛嘅説話，愛情嘅説話，
天主嘅聖言唔單止叫我哋明一啲嘢啊，當然我哋知道一啲嘢啊，以前唔知喎，而家真係知道啦，哇，真係好啊，明白好多嘢，唔係淨係明白啲嘢啊，而係明白嗰啲個關係啊，係真係明嘅。不過唔係一啲嘢，唔係一啲啊，即係有啲知識嘅嘢，唔係啊，係個關係。哇，原來天主咁愛我嘅喎，我都唔知喎。嗱，呢個就係嗰個接觸聖言之後一定要發生嘅。嗰種詫異啊，驚訝！哇，原來我係咁寶貴喎，喺佢眼中，哇，原來我係咁有價值嘅喎！哇，呢一份真係要使我哋激動喎！尋日嗰位恩神父啊，即係星神父啊，頭先啊老闆同我講，佢講佢嘅分享，佢話即係我即係我係院長啦，所以我陪咗佢幾年啦，知道。佢嘅成長係其實好坎坷嘅，啊！佢爸爸打到佢死嘅家暴，啊！打到佢死嘅。佢細個時候好唔中意讀書，啊！因為爸爸打佢，叫佢讀好英文啊，要升級即係升班啊，咩？佢就係唔讀咯，啊！所以佢後來真係好差啦，讀書啊，去咗啲即係學校咁樣，即係好有問題。不過始終佢都畢咗業啦，咁樣即係佢係好多仇恨喺裏邊。天主一路帶佢。啊！而家做咗神父喎，我感動嘅地方係咩咧？我感動係天主愛我哋，天主要改變呢個人點解啊？以顯示佢愛我哋啊，要有人嚟服務我哋啊！天主可以顯奇蹟改變呢個人嚟到服務我哋，因為佢愛我哋啊！佢唔想我哋冇神父啊，冇人同我哋主持彌撒啊，冇聖事啊，冇人聽我哋告解。哇！呢個係天主對我哋愛喎，天主使呢個不可能嘅呢個壞孩子啊，而家成為一個神父，啊係咪一個好神父？唔知道啊，跟住睇下。OK 嘅，希望啊。OK 嘅，我哋嘅，但係呢度係講緊天主愛，我哋接觸天主嘅聖言，又跟住我哋自然有呢份感動啊嘛，同佢傾偈啊，祈禱啊。所以呢個交往啊，祈禱、讀經啊，喺個來往，係個關係嚟嘅。信仰係關係，全部都係關係。但呢個關係咧，唔係淨我同天主喎，仲有其他人需要分享。呢三樣咧最難就係分享。點解？因為其他兩樣自己搞掂啊嘛，分享唔得喎，分享你要揾多個人啊，最少。啊！去邊度揾個人啊？啲人好麻煩嘅，睇個時間咁樣，唔知講乜啊！天主就係咁啊！我哋嘅天主係咩啊？降生成人嘅天主嚟噶嘛？嚇、啊！佢喺人間喎，喺血肉裏邊喎，係有好多限制噶。如果我哋唔肯接觸其他人去分享信仰嘅話，天主唔會同我哋親近。啊！所以我哋要分享。好可惜，頭先我。偷睇一下，我哋啊一陣間我哋開個大會係嘛？嗰個小冊子啊，講個周年報告，真係好可惜，有啲難過。我哋聖經協會好多分享小組，有啲組得三個，哇！我哋現愛聖言嘅咁樣，哇！唔怪得我哋話香港冇希望，如果連基督徒都唔去同聖言連上關係，唔讓佢成為我哋自己的希望。我哋講其他香港人，其他香港社會有咩希望嘅？人哋喺佢都係天主所愛仔女，但係佢哋唔認識呢個愛。我哋話我哋認識天主愛，我哋都當佢咁易啦，真係唔使啦，係咪唔得閒啦？好多你，喂，各位兄弟姊妹啊，我哋喺度嗌，哎呀，希望邊度啊？冇啊，好黑暗啊！哎呀，梗係啦！你都唔好似個言辭，個言辭點啊？我們看見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我哋要睇到佢星喎，你都唔去睇，你唔係一齊啦，係咪？唔得喎，冇分享，唔會長久。啊，行路就知㗎啦，兩個人啊，一齊去。要行得快咁點啊？喂，我行先咯，唔好意思啊。嗱，一個人就行得好快，砰砰聲行得快。但係行得耐咧，就要兩個人。
Canada 嘅，嚇咁先至長遠嘅喎，啊一個人行唔行得耐嘅喎，行一行就攰啦，唉咁啊坐一陣都冇所謂啫，唔係啊，兩三個人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繼續行啦，係咁咯，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真係好希望咧啊分享係嘛，要有呢個小組。當然你話，哎呀，我哋每日呢啲小組啫，可能我睇錯啦，真係啊！我希望我即係你哋大家都有自己嘅小組嘅，咁啊非常好啦嚇！啊，你入聖經協會呢啲都唔緊要啦，總之你要有小組，啊，你一定要分享。如果唔係嘅話咧，談翻一面，唔會長久。好，到最後咧，翻返到我哋原來開始嘅聖經金句，我哋讀一讀啦。仰望神，幾耐唔見啊！因你的光明已經落到，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在你身上。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在你身上。你留意一下咧，呢段咧，其實係以撒以亞六十章，即係第三以撒以亞，即係講緊咧以色列人咧已經係流亡咗啦，翻嚟啦，啊！開始重新有翻自己嘅國家咁啊，即係但其實都唔係真係自己國家啦，仲喺度即係好多欠缺啊，喺度起緊啊，即係嚇又俾啲其他人嚟侵擾緊啊。但係佢哋有呢個信心，天主嘅榮耀嚟，有一種咧即係對天主好大嘅盼望。所以我哋咧香港唔知第四年唔使諗好快脆呢啲嘢過去啦。即係我覺得。雖然而家過咗七個月啦，咁但係過多幾個月，過多幾年，過多幾十年，好唔好啊？唔係幾好啊？唔係幾好。不過為我哋要求咧，其實冇所謂好或者唔好，只有信或者唔信。羅馬書嘅第八章二十八節啦，保羅話：為愛天主嘅人，一切事情嘅發生都有好處。一切事情嘅發生都有好處。如果香港仲有動盪都幾十年，當然我哋冇人想見到。但如果真係要咁，都無所謂。我哋嘅盼望喺天主嗰度。聖神之名啊！